空窗许久的杨丞琳今天被一周刊爆出在拍完最后决定爱上你后感情一箭双雕，两位男主角张孝全、王传一都被他煞到。他白天和张孝全相聚，晚上与王传一喝酒，喝到醉茫茫还被扶出店外，王传一担任司机开车送他回家。其实早在戏上档前，媒体就已经如通灵一般预测了两男强一女的三角情节。这种情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太美好了吧。我的生活中没有出现什么情难抢我这种东西耶，我觉得真的只有在戏里面才可以享受这种奇人之福。王传一和杨丞琳已经合作三档戏，在戏中始终是有缘无分，没有结果。对，我们就是一个对没有结果的恋人。我觉得就是缘分，就是命运，就这样。两人熟到连杨丞琳主动献吻，王传一也要考虑。像如果跟传一演吻戏，我们现在都不会紧张吗？他是主动要求要亲的那个，哪有啊？但是我昨天会说好啦，我亲，是因为那是脸，是因为那是脸颊。如果是嘴巴，我当然就不敢啊。我也会考虑啊。你很坏哎、欸。杨丞琳和王传一的互动像兄妹，但和张孝全因为卡住一位圈外女友，让他拒绝当小三，两人恋情迟迟无法发展。对，我们是蛮好的朋友，但是你说是不是什么小三？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对，传出张孝全想追杨丞琳，王传一没有醋意，而且乐观其成。都蛮惨的。必须要由我们旧爱来那个来衬托，才会有你可以去追求孝全新欢嘛。对。一电视临时好留意，张哲明采访报道。